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绍兴人家总在女儿出世的第一个秋，于家中桂花树底埋下一坛酒，等到女儿出阁之日，将酒取出，随驾到夫家享宴。那坛酒就叫女儿红。什么模样？这句话令我很压抑，更无法想象。难道人世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万象皆有所因，各有所愿。襄阳山坡红色野玫瑰，山坡红色野玫瑰，若要清静莫忘了防备。青石展笑颜，雨中又带泪，历尽风霜孤凭的花蕊。把手里的活都给我停下来，跟着我一起去把我妹追回来。居然带着孩子跟着男人跑了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我向前的脸往哪儿搁呀？走。娘，这酒我可以打开喝一口吗？不行，你外婆说呀，这坛女儿红一定要等到娘出嫁的时候才能喝。娘什么时候才能出嫁呀？就今天啊，你爹说了，这次啊他一定会带我们走的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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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着娘的女儿红。哦，一飞，一飞，花轿呢？花轿，花轿呢？就没想过要娶我，从来都没有。我好傻，好傻呀。乖乖地回家去找舅舅好不好？娘，
舅舅不是要来抓我们回去吗？听娘的话就是了，乖。还有，记得娘今天说的，如果今后遇到自己心爱的男人，一定让他用八人大轿明媒正娶的把你抬进婆家的门。娘，娘，我听不明白。记住娘说的话，很好奇是吧？最近呢，我一直在琢磨，想从你们两个人当中挑个适当的人选入赘丁家。我想来想去，想替我的以白挑一个最适合他又能照顾他一辈子的人。用这块石头把你们心爱的小狗给杀了。啊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哎，老夫人她为什么要用这种残忍的方法来考验我们呢？来，狗狗，玉阳，淮安，你干嘛？从小到大
我都没有求过你什么，可是这次机会对我太重要了。雨芽，我跟你不一样，在这个世上你起码还有个母亲疼你，有个家可以回，而我呢，我的家就在这里啊。如果这次我娶不到以白，你想想看，在丁家我还能待得下去吗？你先起来。哎，雨芽，我绝对不是稀罕总经理这个位置啊，我只求我能有个家呀，这对我太重要了，你帮帮我吧。哎，起来吧起来吧。哎，我本来也下不了手的。答应我了是吗？哎，起来吧。啊，你真的答应我了是吗？真是好兄弟，谢谢。还是先想想怎么处理这只小狗吧。啊，来，狗狗，来，走了。哎呦，摸摸摸摸。不怎么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耶！完成了。是的。雨芽，你呢？我把他给放了。怀恩，你告诉我，当你下手的那一刹那是怎么想的？我永远都记着夫人的教诲，夫人不断地提醒我们，商场如战场，一定要冷静，要够狠，才能为丁家打上每一场仗。果然是够狠够冷静。好，现在我宣布，你们二人中能拥有我们以白的是严雨阳。为什么？怎么，你敢不服从？不，我不敢，我是觉得不公平。不公平？为什么？我听老夫人的话却输了比赛，为什么雨阳他放了狗却赢了？我认为不公平，我不服输。我刚才说过，谁杀了狗就是赢家吗？没错，平时呢，我是教你们要恩断义绝，可那是对外人，你对自己亲手养的小狗都下得了手，我把以白交给你，我能安心吗？怀恩啊，你走开。你夫人，论你年龄资格，怀恩比我更适合娶小姐，你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？况且我还不想这么早就结婚。不想？你也会说不字，在丁家你只能说是。是。夫人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下去干活了。去吧。你们骗了我，你们连声骗了我，我不甘心。李白，我不甘心。严雨阳，是你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哎呀，这雨阳啊，真是一表人才，和以白小姐真是天生一对啊。是啊是啊，希望你们早生贵子。恭喜丁老爷丁夫人得此成功快婿，丁氏酒宴后继有人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